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:45，我已经吃完了我的晚饭，现在开始我的考后刷题，就是为了我的 high school 做点衔接的准备。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满地的学习资料，还有我的作业、我的书本，非常的满。这就说明了我这个暑假过得能有多么的充实，还有我面前这一张英语试卷，它是为了让老师清楚的知道我的目前的水平而做准备的。然后我觉得这道题真的太难了。哦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将为我之前的一首小创作，接着把词写完，将在不知道多久的将来与大家见面。谢谢，拜拜。